里分队于112年3月7号上午11:58，接获指挥中心派遣，于玉里镇元城里客城大排水沟处有人员掉落溺水，出动消防车及救护车队伍。玉里车主到达现场后，报案者表示与朋友喝酒，送他出门，回头后走进屋内，听到大排水沟的东西掉落，转头发现朋友已经不见，赶紧报案。现场排水沟经过马路下面，后面的有水闸门关闭。现场民众表示有通知水利局人员前来，经水利局人员将水闸门打开排水后，水位下降，溺者原本卡在马路下面，与民众合力将溺者由水口盖拉出以后进行急救，溺者经救护人员评估为 O 卡，随后给予急救措施并紧速送医。